男生女生，你是胖子不行吗？哎呀！真是。右脚你就是跨左脚，要摸血，要摸血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先跨左脚，我太着急了。一定要右脚先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嘞，就可以吧。然后换左脚，然后手就可以从你的手这样穿上来。可以吗？也不行啊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哦、可以耶。哦。对、啊。但是好像要转侧面镜头才拍得到，因为你后面。我可是我做的蛮困难的。真的哎、欸。做得到，比如说一层志愿。一个感觉蛮轻松的，两个。睡觉，所以刚刚是男生，硬插对，硬插对，是插对。我发现好像不用穿，你直接这样试就好了。哦，你就从这边，就直接这样。对对对，哦，哎，这个就多了，那过来一点，这个也有点不行吧？你刚刚就快不行了。我觉得我的裤子会被我夹起来，不行，这是因为女生要生产。没有了，我也要生产，该死，屁股要大，大穿大短，没有了。哎，要扭一下，那换木森。我觉得好难哦，要咔一声。哎，把屁股收掉，把屁股收掉。不能吧？太夸张，这是我影片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这样，这是我。稍微扭他一下，手稍微松开一点，直接从后面，可以有点松开啊，但是应该直接从这边无所谓。但是他有他，但是我是不要分开 ，OK 吧？没有分开，那我试一试这样。哎，你要怎么办？哎，那医生，医生你这可以吗？对，你对镜头做，如果用这样的，然后我帮你把中指抓住，不要这样，手，不行哎，不行哎，女生连这样都不行哎，女生的中
较短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这边比较宽。圆圈试试看。对，圆圈试试看。一定要脱鞋。要脱裤子。没有，我穿短袖。脱衣服。你这个直接从那看。然后。那圆圈在这边，然后对着。臭男生。还要上厕所。不行哎。对啊，真的不行吗？你有认真在用吗？那我想要试一下。你要上厕所。懂得懂得。压轴要来了。哦，来了，老师又来了。前面就不行，直接从这里。对对对，你先试一下。前面应该，你的脚应该就不会动。他不男不女吧？重来。哎，哎呦！台哥。再一次。加油！可以吧？不要痛风都没事。会再抽一次。我看另外一只脚。他的手圈不住他的腿。第一关都做不了，你刚还讲直接从这边来，什么男生女生，你到底不行。来喽，你看喽。哦，开了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来了，哎，不要跳舞啊！一定不行的，你一定不行，不可能做的。哦，我怕他就是，如果屁股比较宽一点，他不是说男生要可以吗？有，胖子，他们有说胖子。那 Kent 嘞 ？Kent 可以啊。好轻松哦，那好轻松哦。其实如果手不分开，这样子是蛮轻松的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在家看一下自己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好。还是胖子，理解自己。这个男生做得到吗？哇，好像是算一个门牙。不行吧？那就不要。他的腿，他一定会放开啊。他是喜剧演员嘞！哎呀！啊，说完了，我刚刚欲欲教师结束了。好，谢谢依晨带来的啊，够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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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起来就拍这个计划而已。没有，开心。好。